让他哭嘞，太难了。非常抱歉，也非常可惜，我要选择的淘汰的队员是。我感觉陈威霖保不住了。第一位，你感觉他应该很准，因为我感觉他也保不住了。嗯。盖盖。啊！盖盖。盖盖。啊！但是真的，啊，他只能留三个，确实也没办法。对，真的是没办法。黄潇肯定留吧，乔治肯定留吧。不过他有。对 ，Clash 再留一下。我威霖，你看威霖女的啊，他女的都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最后一个，黄潇的妩媚可以顶个女的。对 ，Sorry，Clash。哦 ，Clash 也走了，大地板都不要了啊，地板，但是有、哦、他留一个乔治，嗯嗯，可能说乔治和黄潇今天那个舞，但是太绝了，对，太绝了，我也没有办法为你们争取名额，非常抱歉，我说 Sorry。我觉得张艺兴说的也很好，他说好可怜、啊、他说我只有这些名额，我觉得他说的很实在，无能为力才是最痛。Feel seem like family, not seem like just TV show. No, really this, and I really so happy. Thank you so much. 就真的是很幸运，很幸运，所以真的很谢谢我们的队长能给我们这次机会。首先感谢艺兴队长，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跟着艺兴队长就很好，就很适合你，就是你的风格。我要搜了，快哭的男粉，快来，世界之大，总想要去飞，但他留的那，但他留，要哭嘞，对，但他留的那三个人真的是很好，他刚才把帽子压低就是，对啊，他们后面也很难受，其实，对，太难了。这就是街舞3B97，更多精彩片段，请期待下条。